民众入住这样。嗯，傻眼，反正就差不多这样。11月15号8:15，是林医生。还有个这样，好，是海哥。天佑106加上天佑105，猴子还有个这样，我是公关6社长，113年11月15号。瑞康，等你要红眼，我等你回来哦。好。8:15。啊，真的、哦？太如果这样，你930天的16分11月15号。喂，喂，我好喜欢台铁犯的低级错误。还说1000块不用找，你有没有钱？跟我说。我问。他说你要抢啊？不问。是1993年的喜欢吗？给你闻香。哎，这是我清晨4点都没有睡的节目。哎，要不要打、啊？快点，1000多块呢。谢谢。1000多，哎，你好意思？他说：“你好意思？你怎么没有去？去哪里？半夜不睡觉抢票啊？抢什么票？半夜当然要啊，对。你知道他办了多低级啊？人家只要一张，他给人家出4张的价格，7000多块，你买了下去啊？对。人家说工程师该干什么东西？下班也不这样了。然后超级感动，你知道吗？”对。11月15号。是一零售出品发的叫花东银行开行台当，是超优质直达。我猜你是二门总。OK， 三千零38的平安豆人呀，蓝色带新的，然后是1993年的。在瑞芳那同学。最近有没有睡外面？啊？最近有没有睡外面？睡外面干嘛？板桥椰蛋城。沙蛋城。沙蛋城，板桥最痛恨的城。今天开始。真的、哦？那怎么办？沙蛋城。开始睡外面了吗？对。所以我不回家了，有没有？